哦，滚！磅数不太高啊，今天又测试了一下这个木板，还是这实木的木板啊，非常非常厚。唯一遗憾呢，只有一颗弹珠没有穿透啊，剩下每次啊都是一个洞，看到吗？全部对穿，全部已经穿透啊，都已经穿透，只有这一颗弹珠镶在里边了。